好，虽然说这个婚纱很漂亮，但是有点动弹不得了。好，现在是我的那个拉票演讲时间，但是说实话我什么都没有写，因为这两天实在是没有精力了。对，我刚刚也说了嘛，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2016年，那个时候我才15岁，就是还没有过16岁生日，那时候是进团的第二年，听到前辈们唱那个每当世界在变幻，这舞台就是你永远的港湾。那个时候觉得10年这个词真的离我好遥远啊，甚至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都坚持不到8年，因为当时我爸妈给我签合约的时候，他说哎，最多2年你就回来了。然后没有想到现在已经第10年了，想想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说实话我是一个很3分钟热度的人，在这里做少女偶像是我人生当中可能是最持之以恒的事情了吧。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想要放弃的时刻，甚至在准备这场演出的时刻，其实有过那么一个念头，就是把它当做我最后一场演出。对，所以刚刚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最后我说我要睡很长很长的一觉，晚安。你们哭了吗？刚刚我们 staff 姐姐说有人蹲在地上哭，真的假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发生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吧，就是总之现在我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以少女偶像这个身份继续陪大家更久更久一些时间，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大家可以继续陪我走更久更久的时间。我不知道我还会做多久的少女偶像，但是如果现在已经10年，我觉得已经很酷了，如果我要是做16年少女偶像的话，那得多酷啊。对，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要说什么，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陪着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大家也可以陪着我们，可以去看更好的风景。然后其实过去一年有的时候会常常觉得自己在被消耗，就是不管是环境也好还是很多很多事情也好，都会觉得自己在被消耗，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可以少有这样子的感觉吧，大家多多爱我吧。有一句话叫做正向共振才不会浪费蝴蝶翅膀，这是我最最最最最开始为什么定了蝴蝶这个元素的一个开始吧，灵感的来源。对，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香水还有告白信，你们收到了吗？香水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气味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希望虽然只有5毫升啊，因为它太贵了我做不了太多，等我以后有钱了给你们做500毫升，但是希望每次大家闻到类似的香味都可以想起我，希望我可以真的成为一个让你们觉得喜欢过我是很幸福很开心的偶像，然后也希望这段并肩同行的日子可以真正的永远的保留在大家心中，成为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吧，希望我真的在你们心里被记住了，就跟去年我的流星群的概念一样。好，那么我没有什么想说了，最后想说的话还是多多爱我吧。好，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年度 MVP 公演。好，那么我的那个结束了，今天的公演也结束了。我感觉我拉了头大的。太累了，我晕了，我都好了。我们现在是什么环节？我们队友是不是要上来了？我们要谢幕了，家人们，瑜伽位。很突然啊，
但是真跳不动了，我到后面已经在靠意志力坚持下去了。啊，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帮助我一起去完成这场公演的 staff 成员还有粉丝，然后也谢谢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一直在观看演出的粉丝，谢谢你们哦。好，没人啦，就这么羡慕啊。 OK 3 2 1